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的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生你好。是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咧想你帮大家分享一个嘅问题啦，我觉得咧应该就系好常见噶，应该每个人咧都会有经历过一啲嘅经验嘅，就系讲紧头晕啦，头晕啦。咁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唔同情况嘅引起一啲嘅头晕啊，咁有时候可能就会严重啲啦，或者有时候可能就，譬如好似我自己有时候都可能咧，个头晃一晃咧，都好似晕一晕啊咁样样啊。咁喺你嘅临床经验上面咧，应该可能会有啲嘅疗剂啊，或者有啲咩嘅方法可以帮我哋咧快速啲解决到呢个嘅问题咁样样咧？嗱，相信咧大家都。好大机会都试过头晕吓，咁当然有啲系有暂短性嘅啫，咁有啲人直情咧就即系好严重嘅，经常有嘅咁好啦。咁头晕咧其实唔系一种病咁简单，其实可以讲一种症状嚟嘅啫吓。咁当然呢种症状咧好令人好鬼死困扰嘅，咁亦都会令到人咧系会虚弱啦，有阵时喺急性嘅病里边咧。头晕咧，亦都可能加埋发烧啊、头痛啊、恶心啊咁。咁当然亦都会静晕低啊，晕浪或者失去咗平衡嘅。好啦，咁一般嘅情况咧，头晕咧仍系一种即系失去咗方向感啦，失去咗平衡啦，同埋有啲视力嘅障碍嘅，仲并且有啲叫做头晕眼花吓、或者感觉房间里边嗰啲旋转啊。咁同时咧，头晕咧通常都会有啲恶心同埋呕吐嘅。好啦。咁当头晕咧有啲并发症咧，就可能会导致失咗意识或者跌低啦吓。咁亦都可能因为系长期嘅内分泌或者神经系统或者内耳出现严重嘅问题啦嘅症状嚟嘅。咁譬如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啦，多发性嘅硬化症啦吓，呢好严重嘅症状啦，脑瘤啦，或者咧嗰、那个微利耳石即系 Meniere syndrome。咁头晕咧，亦都可能因为咧吸咗啲化学物嗰啲烟雾啊，或者酒精中毒啦，咁严重嘅长期或者反复嘅头晕咧，咁当然咧应该要揾一个合格嘅综合疗法医生或者其他合格嘅医疗嘅人员咧去处理诊断嘅。好啦，咁表征方面咧，我要睇下啦，个病人咧佢晕倒嘅时候咧，系咪真系晕低咧？话佢行路咧好似摆下咁样啦，咁有冇麻痹啊？咁同埋咧佢当时个姿势点样样啦？好啦，咁简单嘅同我哋发指引就系咁嘅。如果呢个头晕咧系因为咗突然之间受惊，一种惊即系吓惊之下出现咧，你都好快好强烈咧，就服用乌头啦，Aconite Naparis 乌头啦，咁另外一种嘅头晕咧都系吓亲嘅 ，OK， 导致开始咧头晕晕地咧，咁另外一只咧。即是同嗰个惊恐都有关嘅，但就冇咁强烈嗰种咁样嘅出现啦。咁就用嗰个就斯明啦，黄素兴啊。好啦，咁如果你头晕咧系因为喐动或者晕浪吓咁引起咧，咁首先考虑咧就系白蛇根啦 （Brownie Album） 或者印度防己 （Cochlear Indicus） 啊。咁如果嗰个病人咧系咁，当时感觉非常之烦躁啊。嗰、那個乾枯啊、口渴啦、啊，同埋咧成日都話要翻屋企啊，講位繼續講生意啊呢啲咁，咁呢個情況咧，嗰、那個症狀咧應該係用嗰個白蛇根 （Brownie Album） 嘅。好啦，咁如果你發現咧個頭暈咧係好明顯咧，同嗰個坐車啊、坐飛啊，或者睇到啲喐動嗰啲嘢有關咧，即係啲雲車浪嗰啲咁樣啦，咁就用嗰個印度防己啦 （Cochlear Indicus） 啦。好啦，咁如果頭暈得嚟咧，跟住咧又兩隻腳麻痹冇力嘅。咁即係呢種咁嘅，即係好似下肢咧，成冇力想攤緩嗰種感覺咧，咁就要開始就用嗰個就係讀心啊 ，corneal macrolider 啊，咁當然咧，亦都要嗱聲睇同療法醫生嘅。咁如果個頭暈咧，同埋個嗰個成個身體好虛弱嘅好攰嘅，
好醉醉嘅，个精神咧温温顿顿嗰种咁样嘅头晕咧，就用黄素兴啦，就 Jocimium 啦。OK， 咁如果嗰个喺出现喺月经期间嘅，咁嗰阵时候咧，或者即系坐低，或者向上望，或者坐低嗰阵时候咧，突然之间咧个头晕会加剧嘅。咁同时咧个人咧就系眼湿湿啊。即系好中意黐人啦、啊，中喺如果唔中意喺啲暖嘅房间时候，啊呢、這个房间唔掂啊，快啲开窗门啦、啊、咁，因为佢好晕，你要开窗啊咁。咁呢种嘅咧就系、是、个白头翁嘅症状吓 ，pulsatilla 啦。好啦，咁预期咧食咗之后咧，通常咧对于急性慢性嘅头晕啦，如果用得啱吓，用得啱嘅时候咧、可以讲几分钟到几个钟头就搞掂噶啦。咁但当然啦，如果呢个问题咧系长期成日都出现嘅，咁呢个咧都要揾一个合格嘅同我疗法医生、或者执业嘅医生帮下手嘅。好啦，咁如果当时吓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当然啦，我哋就要即系晕嗰时候咧，就应该揸紧啲嘢，即系唔好自己跌低啦，扶住自己啦。咁当然啦，嗰一头晕嘅时候就唔好揸车啊，或者操作任何机器啦。咁通常咧，如果你觉得晕咧，我哋可以咧就选择一点睇实佢嚟到保持平衡，即系个头嗰个视力咧，唔好摆嚟摆去飘嚟飘去，睇到好多嘅不同嘅喐动嗰啲嘢啦。咁同埋咧坐低同埋瞓低嗰阵时候咧，就眯埋只眼啊，亦都会减轻呢个头晕嗰种问题嘅。好啦，咁我哋有好多只疗剂吓，咁一只只同大家介绍下啦。咁、第一只咧就系个乌头啦 ，Aconite Napellus Monk's Hood。咁呢个嘅晕咧，通常系啲惊吓或者震惊引起嘅。咁、那个人咧，那个病人咧系极度焦虑、极度烦躁不安嘅，成日惊咧好似就快死啊！嗰、那个症状咧亦都嚟得好快啊！咁有时系种惊吓发作啊，嗰啲嗰个幽闭恐惧症啊，咁、那个人咧好怕一个人噶，呢个系一种乌头嘅症，嚟得好快嘅。好啊，另外咧就白蛇根啦，咁白蛇根嘅头晕咧。都系咧就唔可以喐佢吓，即系坐定定唔好喐，一喐咧就更加觉得晕嘅。咁白蛇根嘅病人咧，当时咧就会比较嗰、个口唇干啦，成日想饮冻饮啦，咁夜晚九点钟更加差嘅。个人咧基本上都系烦躁不安嘅吓，咁、有阵时候咧叫佢嗰个坐嘅地方或者床上起身嗰、那个嗰种咁样喐动少少咧，都会晕嘅，转下头啊，转下腰咧都即时晕嘅。咁即系话呢个白蛇根就唔好喐嘅，即系唔好喐佢嘅。好啦，印度防己啦 ，Cocculus Indicus 啦，咁呢种咧系任何成分都嗰种晕浪吓、无论船浪、飞机浪、车浪咁样样，咁通常咧佢成日睇住啲物体或者喺架车嗰度睇住出边嗰啲嘢咧，就会望咧就好容易咧就觉得头晕嘅。咁亦都有嘅时候咧，呢啲人咧就因为咧最近咧就系、是、要忙于照顾家人啊，搞到自己瞓唔到觉啊，瞓得唔好咧，咁就觉得咧睡眠不足之后咧，就好似成日觉得晕啊。咁同埋咧房间咧好似旋转啦，咁有时因为晕咧，同埋恶心咧就要自己瞓低一下嘅。咁仲有嘅情况咧，印度房机嗰种症状咧，佢闻到啲。见到或者闻到啲食物都想作呕，咁亦都会头痛啊、恶心啊、呕吐啊，加上头晕嘅，咁咩情况会令佢更加差呢？即系唔够瞓，一个主要嘅原因啦，同埋情绪紧张一个原因嚟噶啦。好啦，咁另外一只就叫毒心啦 ，conium maculata， 咁呢个 poison hemlock 系一种有毒嘅物质嚟嘅。咁通常呢个症状咧，个人咧就瞓喺张床嗰度咯，咁瞓喺张床嗰时咧，转一转身咧就喂。哇！突然之间周即系天旋地转嗰种晕嘅啊，咁有阵时佢咧快只眼啊个头咧咁喐下，或者眼睛咁眼球喐下咧都会晕嘅啊，咁成觉得个房间喺度旋转啦。咁呢种conium毒心嘅人咧，个性情咧就比较内敛啲嘅啊。咁咩情况更加差咧？就系、是、佢一开始想喐啊，即系瞓喺张床嗰时候一想喐起身嗰刹那咧，就突然之间晕得好犀利噶啦。好啦，黄素兴咧。Jocimium 啦 ，Yellow Jasmine 啦，咁嗰种晕咧就同怯场有关嘅，即系佢可能有啲嘢要做啦，佢好惊啦，咁突然之间觉得系、好似好晕啦，咁呢种咁样嘅个怯场呢种感觉，咁当然咧佢头晕啦，昏昏欲睡啦，个人咧就好迟钝啊，个人好垂坠沤沤咁样嘅，成个肌肉都酸酸软软，自己觉得个脑筋好迟钝啊，头晕眼花，好似饮醉咗酒，那个头皮又重重啊，视野咧蒙蒙糊糊嘅。咁嗰种有阵时咧个头痛咧就系、是、后尾枕啊，
后头嗰度咧，后脑嗰度开始感觉，慢慢伸展到前额嘅。咁有阵时嘅头部咧，感觉得好重啊，醉到死，即系个头都好似抬唔起，成个人好虚弱。但系咧唔口渴啊，嗰时唔口渴。咁当然咩令佢更加差咧，就恐惧啊，令佢更加差噶啦。好啦，咁最后一只就系嗰、那个白头翁啊 ，Paulsatella 白头翁啦。咁抓头翁嘅时候咧就系咁嘅，佢坐喺个时候就会头晕啦啊，但系咧就系中意咧喺户外散步或者坐低啊，甚至咧喺瞓低咧都可以就可以舒缓一下噶啦。OK， 好啦，咁佢咧就有时咧向上望咧就会觉得头晕嘅啊，喺一个闷嘅暖嘅焗嘅房间咧就会觉得晕，正常可能晕低嘅。咁白头翁嘅人咧比较情绪化啲嘅吓，即系好情绪化咧，好黐人嘅，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同埋咧就好容易哭泣嘅，唔舒服嗰阵时候咧有啲哭泣嘅。咁佢成日都觉得咧，打开窗门啦，打开个窗啦，佢会舒服啲嘅。咁白头翁嘅人咧，对于嗰啲牛奶啊、雪糕啊、奶油类嘅嘢就唔得。唔好话唔得，食得呢啲咁嘅肥腻嘢咧，令到佢更加唔舒服嘅。咁呢个咧就系白头翁嘅主要嘅症型。好啊，唔该晒袁医生。咁咧系啦，呢个常见嘅症状啦吓，症状咧头晕咧，咁原来咧即系都有时都需要咧好急切咁样样去处理噶啦。咁因为当你处理早嘅时候，或者如果头先提过啦，即系因为引起嘅成因都好多嘅时候，如果都用咗适当嘅疗剂嘅时候都处理唔到咧，咁其实就可能要深入啲揾一个资深啲嘅同类疗法医生啊，咁啊去再去跟进啊，睇下会唔会系有其他啲咩物质嘅引起嘅。咁而既然咁常见到遇到呢个头晕呢个症状咧，咁大家应该咧都要及早咧准备地啲疗剂喺度旁身啦，喺屋企嗰度啦吓，咁要做到一个及早治疗嘅情况之下啦，咁吓，咁唔该晒袁医生。如果各位有啲嘅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咧关于啲同类疗剂或者系有啲健康产品嘅，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而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lcer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